饭店的清蒸鱼为什么那么鲜嫩好吃呢？其实做法还真有点讲究。首先，金枪鱼两面改三花刀，水中放一勺盐、葱姜，搅拌均匀，放入金枪鱼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让鱼肉更加洁白紧致。表面刷上一层花生油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8分钟，倒掉多余的水分，摆上葱姜丝，用热油激发出香味，淋上一圈生抽就可以啦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试试吧。